你太满了，我都快要报警。干嘛？啊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得收留我吗？我为什么有责任要收留你呢？ 没事的啊，迟早的事儿。你牙刷关了吗？快飞电了！不是，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哎呀，等等等！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是我男朋友吗？ 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呀，对吧？现在都是比较主流的销售模式嘛。啊，网上肯定就是 KOL 流量主播，商场里面嘛就是男黄老师啊，对吧？都是核心。这不是全部的文案，核心内容全部在我脑子里边。这只是一个初稿。嗯。现在只有我、你、张小鱼，啊不，还有半个人阿兰知道一点点，我跟他口述过一些。 好，没问题，那你就告诉我，我需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帮你做流量主播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可以。你太合适了。<笑>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当真啊？你不真的让我去给人家化妆？不，我说的是复合型的化妆界的 KOL，一天你需要。再怎么复合型，还不是 KOL？不，你听我讲完，我不需要你去化妆。 就是发文表达意见，你最擅长的，偶尔需要一点直播。还是要直播吗？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但丁。但丁没有你帅啊！你夸我帅？你是很帅啊！那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夸过呢？我今天从工作的角度看你，我觉得你超级帅。那我从各方面的角度，我都觉得但丁也挺帅。他没有百货业巨子的 title 啊！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帮你分析一下，你选我是因为我又帅又有百货业巨子的 title。 剑桥毕业，有钱又有品，最高规格的 KOL 啊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你这个想法是从昨天晚上之前有的呢，还是从昨天晚上之后有的？昨天晚上之后啊。
所以林瑞，你觉得你现在需要我做你的什么呢？啊，我刚才一直在说呀，就是高规格的 KOL 啊。什么表情啊？你看一下我这里边写的。没想好啊，再说吧。搞砸了，哎。